你是真的钟情于他，在我看来，你和胡斐是天生的一对。希望你们可以白头到老。这么说，凤天南是你的？没错。可我绝不会认他。胡斐也许才恨了他几个月，可是我却已经恨了他一辈子。 那你该把你的身世告诉大哥，如此误会全消。可始终改变不了我是恶霸之女的事实。我厌恶自己的身份，憎恶自己身体里流着奉天南的血。所以你一定要答应我，此事为我保密。 可你们之间因此斩断情缘，实在可惜。缘分天注定，我与他注定不可能。生恩不如养恩大，我自幼被师父抚养，从小便立誓。 要永随师父，终身师父，以报师恩。我身为天山之徒，断不可与他再生情缘。之前为他上委托门，以为报恩自赎，并不像你这般无私。程姑娘，你聪慧善良，事事都为他着想。 我能看出来，你是真的钟情于他。在我看来，你和胡斐是天生的一对。希望你们可以白头到老。你怎么了？ 不必担忧，都是老毛病了。刚刚你还说让我们白头到老，岂不知我根本活不到那个年岁。我刚才也跟你说了，大哥对我知无不言，掏心掏肺，但我对他却有隐瞒。我生在苗疆。 自小身中蛊毒，被师父医治。师父为了给我救命，试遍各种草药良方，才彻底解除我心中的蛊毒。可惜我年幼体弱，剧毒瘤体太久，落下病根。师父为了给我续命，又费尽数年心力，才调制出了九转归元丹。 先不说胡大哥对你一往情深，即便我有这个心，也没有这个力。